经试过了，果然是不起作用。一条拉，一条当两条拉。撤掉。啊，变形了。我也等你。冲啊！啊！有个鬼的灯眼。妈的逆转啦！啊，干干，不对。也太扯了吧！妈的逆转啊！妈的桥断了！造桥大计怎么那么困难？觉得这应该是不用连接的，重点在这里。或者我应该先搞个金枪不倒。金枪不倒原理其实很简单，有这个。这样他开过去应该是不成问题。是，金枪不倒不成问题。哇！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弄出个 Level 2金枪不倒。这样就没有办法制造出 Level 2的金枪不倒。让第一格一下就断了，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这第一格不断掉？一定断。如果我用直的。用纸的它也会断，那
我用斜的。用血的他还是断，所以其实打从一开始他第一格就会断。那怎么搞才可以让第一格不断？用接的嘛。什么都没听到，锵锵！这样并没有意嗯，我还是觉得这样子可惜。这样就不是这边的问题，这个混凝土还蛮猛的，这个钢架根本就支撑不住，就跟我的钱包一样，痛苦太多，收获太少，全部的重量都会支撑在这一根针上，如果这一根可以更加坚固的话呢，或者是减少前面的重量呢，都有搞头。嗯。冲啊！啊！嗯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强化这边的重量？要说强化这一根支点所要求的。这样反而让弯子弯弯的，跟在座各位的懒觉一样，弯弯的。嗯，嗯，嗯，啊！如果我不让它支撑，不让重量在这里，让它往后。那我这样做，嗯，跟
非常的重要。如何让这一根赚大钱，当务之急。这一根无论如何看起来都超老的样子。这样也不行，它非常的操劳啊！这一根，这一根我完全没有办法想到该怎么减轻它的重量，该怎么减轻它的轻枪球，要轻一点。拉力又太强，还是太强。依然太强。车子刚上去就垮了。冲啊！干！就差这么一点点。冲啊！啊！砰！好，看来这个不可能。或许这已经不是斜坡的问题，拉不拉得住的问题。这次关实在是意料外的困难，因为前面那一关太简单的关系，所以这关特别难。那关我也没干嘛就过。冲啊！啊！消头阵法，有搞头！
冲啊！妈的逆转啊！干，你怎么勃起了？冲啊！妈的逆转啊！啊！啊！这太帅！哇呀！哇！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太神啦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没错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太神啦！走开了，不用我来了，我去尿尿。我要按个广告去尿尿。好，下一关了。新挑战坦克车。这啥小？为什么这只红咖呢？哎，又不红了。冲啊！这就过去啦。看变形。嗯啊哈哈！哦，记忆无力。包紧，哎，好像也不用。冲啊！啊，个等你。冲啊，柯博文！哦，柯博文，那你说什么？柯博文撂杯，没有了。廖哥那个是吃太多了，柯博文。人生大爆发！冲啊！感觉我因为这根太硬，然后这边没有力。啊，
无冷气，冷气无力，也可怜，无够，冲啊！冷 Q， 嘎！需要更加冷 Q。断了啊！怪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就过了啦！妈的，逆转啦！离开几个边？射了！啪啪！啊，至少前面的来过了。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更加坚固？啊，太坚固了，反而不够力。断太早了。这次断的时间点还是有点太早啊，又射了。梯形战法，不是，射了，看看这样会怎样？熊能 Q。鬼气等了了，冲啊！啊啊啊！猛攻无力，那哪一根无力，我就加强哪一根。这根怎么那么无力啊？我都用铁条了，说妈铁条了还是无力耶，我承受太多压力啊！这样嘞，歪七扭八，这好像承受太多痛苦了。科博文的下巴，就靠科博文的下巴拯救大家了！冲啊！冲啊！干！科普人的下巴也不过二，
不够，钱还是不够，冲啊！啊，还是等你，就连柯伯恩的下巴也救不了大家。廖哥的下巴啊，那廖哥变瘦时，看到廖哥变瘦是这样子，下巴先变尖，两颊再削弱，然后这个耳朵就掉了。妈，这是吸毒犯，这坏人真有型。差一点点欸，哎呦，我觉得有洗碗。胜利化洗碗，哇，选择胜利。啊，压垮世界的一根稻草。冲啊！奇怪了，就是软 Q 是关键，只要他够软 Q， 大约大去之日不远，是不是？哦，世界能 Q 了啊！哇，太神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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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啪啪，耶！太猛了，小梁四，13000块，我给了我好多钱，因为这关之前我是这样过的。冲啊！看来是没有办法。打掉！这个超级场欸，这个80米欸，80米也太长了吧！好方法，哎呀，这是给的钱够多。给呢？